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叶文书，然后在这里我要首先最感谢我们的学长浩维学长。因为我跟齐帆对电脑都不是很擅长，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请他帮忙这样。然后还要谢谢台下这些观众们，因为你们的到来就代表我们宣传有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十届公关孙和荣。然后我要谢谢彩玲学姐，就是他之前要学测，然后还一直帮我看稿，然后一直叫我念给他听，然后很多困难也都是他帮助我的，对，然后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十届卫生邱云芒，然后，我感谢我的家人，就是没有因为社团的原因，就是跟我闹家庭革命，然后回家晚了也会，弄宵夜给我吃，然后，就是这样的，好，谢谢。我是五十届网管，然后张燕婷，虽然没有参与这次演奏会，可是还是很喜欢管乐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十届的乐管，我叫黄子荣，然后我想要特别谢谢我的学长杰哥，他是上一届的乐管，然后他常常会帮助我很多不同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十届社员林伟哲。就今天谢谢大家来听我们的演出，然后我要最感谢的是我的两个学长吉哥跟国卫，有他们教我才能学会吐吧，谢谢大家。我要感谢我的好伙伴亮君还有浩伟学长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的演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十届的总部胡嘉玲，然后我要感谢我的就是同一部的大家，因为他们都很帮忙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十届的叶。